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你们出两个人帮我把这吐司切切。其实啊，我们切土豆丝要，其实要这样切一半。哎，这是不是就是班门弄斧啊？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要不耻下问，要给老师展现不要脸。好专业哎！你拜师多余了，那。我可以一边跟您聊天，一边切土豆丝。你看着点手。哎，团队精神，我们队长，队长腰不好。师傅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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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炸什么？炸牛排是吧？对，炸牛排。对，你成熟吗？哇，你们，我们需要你帮我们的忙。我们昨天弄了大概5公斤的牛肉，啊。想在这儿呢做点有点特色的这个、哎、对，就符合当地土著特色的特色。我们任务不就来找您学习学习，我们想把它做得特别好吃，帮帮我们。如果说想学做菜，我先看一下你们的刀工，我要求的非常严格。如果说能达到我的刀工，达到我要求这个刀工就可以。如果说切不成，我是不会出去好好你们做的。哎呀，我要求要1公分半，咱们各自满取一块肉，取块肉，谁先切到达到我的要求，我可以先带先带。好吧，咱一起切吧。1公分嘛，1公分半呗，对吧？一公分不 1cm, 1.5cm。我这个可以吧？你这个非常不可以。哎呀，这个还得瞄得准。OK。要推拉，有几片可以，这几片可以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我在家有的时候会用微波炉化，有的时候就会破。啊，竟然利用微波炉，对，然后有的这几片都行，对，那就可以。那就会去忘了，有喝咖啡，然后出来的时候已经都熟了，对，就不会有这么好拿，它就很软，就不好吃。哦，你这切完了，主要是 CU 你知道吗？这玩意对。浪漫，如果那个也算是浪漫的话，我想我可能生活里算是一个浪漫的人。